为改善社风乡偏远地区公共运输网络，社风乡公所积极配合交通部和县政府、东华大学东部区域运输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辅导，促成了幸福巴士的营运。17号上午正式启航，试营运期间呢，全程免收费。社风乡公所希望带给乡内各村落乡亲更便利的外出还有洽公的交通需求。寿丰乡是全国平地面积最大的乡镇，辖内居住聚落分散，也因受限道路弯绕狭窄，不利公共运输发展的问题。为此，前乡长曾淑仪在任内就开始争取幸福巴士营运。乡长刘耀忠上任之后，更积极配合相关作业。17号上午，在寿丰乡客家广场举行正式启用仪式。寿丰巴士双人同行，三条路线四通八达，幸福启航就在寿丰。2020就是爱你，3、2、1，赞！地区的乡亲能够乘坐来方便到我们寿丰乡来接洽、访友，或是说就医啊，都很方便啊。这个营运的路线哈，我们会好好的规划啊，来方便来。给我们乡亲提供非常方便的交通的工具啊，然后这个路线我们会好好在计划在规划，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遍及到那边来服务，就是提供我们乡亲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的运输。长辈们开心地搭上车，纷纷表示要到寿丰市区更方便了，相当感谢这一项便民措施。很高兴吗？很高兴啊。对啊，快爱开车再打电话来哈。很高兴啊，电话就很忙啦。对啊。寿丰乡幸福巴士开始服务乡内三条线，周一周四行驶盐寮水莲线，周二周三周五行驶池南溪口线、月美米站路线。三条路线都从出发地点载运村民前往寿丰乡公所与寿丰市区农会火车站，方便乡民就医、转车、采买等需求。17号开始试营运，全程免费。乡公所欢迎乡亲踊跃搭乘，也可以电洽幸福巴士免费乘车专线03-8652-131转123或124。记者刘明胜，寿丰乡报道。